西澳洲的 Robles Island 除了出名 Quokka 之外，这个地方呢就是西澳人度假的圣地啦。有得玩不同的水上活动之余，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租单车环岛游参观下这个小岛啊。不过既然来到，梗是要豪玩一次的啦，就带大家出海捉龙虾，即场开餐。这个龙虾宴出海的活动呢 total 就用半日。一上到船呢，除了有香槟之外，还有即刻拆的生蚝。重头戏来啦，就是捉龙虾。有兴趣呢想做渔民的话，就记得即刻举手自愿体验啦。几经辛苦终于成功啦，但是捕捉上来的龙虾都不是即刻可以吃的，都要看它有没有 BB。 如果没有 BB 的话呢，就可以即场炮制。澳洲的龙虾 size 真的很大只啊，而且吃下去淡淡肉，看着这么清的海呢，再叹杯酒，再吹下海风，真的搞到我不想落船啊。